两款战术新品正式发表，带你了解一波。Hello， 各位，欢迎来到瓜子游戏频道。在上一部影片公布了新角色以及新地标，各位还满意吗？如果还没观看的，也欢迎点击右上方资讯稿收看。好，那我们回归正题，两款战术新品介绍给大家。第一款战术叫做光学斗篷。主要能力就是隐形，没有错，不只是车子能隐形了，连人都行啊！这张图就是在介绍光学斗篷的材质，而达成完美逆装以及超强适应的效果。那么给大家看看展示影片，你可以看到角色披上斗篷后就消失了，哇哦，不见了！是不是联想到某部电影的隐形斗篷呢？好不好？动作的部分我觉得很可以。那么实用性就要再观察观察了。再来，第二款战术叫做身体探测仪，主要能力就是探测敌人，而探测仪完美的材质将可以带来可靠稳定以及精准定位，比较类似无人机的效果，而不是侦察车，也就是带给你精确标。一样给大家看看展示影片，用法的话就是放在地上后释放电磁波，就会扫到附近的敌人。哇哦，看来官方真的不喜欢存在老硬币啊！有这无人机、侦察车，又有身体探测仪，我看你怎么藏！实用性的话，还是要再观察观察。以上就是两款战术新品的介绍啦，你喜欢哪一种呢？欢迎留言分享一下。说个老实话，比起以往赛季的改动，这次是比较少的。相信大家最期待的也是新图的部分，可能都不如大家的预期。但我相信官方一定会赶紧满足大家，好不好？那么这次新赛季的改动基本上已经透露完了，后续如果还有特别消息，还是会帮大家整理整理。还是老话一句，希望有帮助到各位。那么后半段一样是游戏日常，希望各位看得愉快。其实我想直接跟他打，我要直接冲剧院哦。没有人呢，应该是后面一点，应该是后面，我觉得那里，再看，应该在加油站。蓝方有没有？蓝方没人。好，应该没有。没有啊，刚刚扫过，对对对，没有啊，被扫。有人哦，有人哦，少两个。剩一只，这里，这车后面，那假的，我刚刚有听到 R 七八的声音，应该是他们哦，找到了。我的天哪，可以下次请他们不要死在一起吗？我这样很难捡东西耶。哇，这个圈其实不好打。我们人家给你东西，你还嫌？我们先到蓝标好了，你们先争，你们先争。还有人可以收吗？可以帮我改这台吗？我想要这台。来了，倒，石头直接死。还有人，那个 AOG， 我去把他挺过来。没事，这边死了。这边还有一个。五子弹 ，MG 四子弹，慢一点，有两个。再跟三。这个吧，中，对，两个或三个，
坦大多大坦。漂亮，结束。你们看屁，你们看一下屁股，我来盯。Nice。你们可以用头车啊。山顶有人，山顶两个，山顶两个。没办法上飞机了。OK。N 一方向有两个。找一个。漂亮。就在你前面，背后也有。被俘了，我知道，我扔嘞。在 N 方向，在 N 方向，全死全死，下山的全死。N 方向 ，OK OK OK。N 一方向，大闪。好。N 一方向 ，OK OK， 我来打，没事了。再一个，还有两只。趴着，等一下。在飞机附近。对。好，给力，三。在你下面。我知道。在你上面。秀爆！可以。666，又爆了。我们位置不错，只是刚那一组就更高。Both hands in that Bible, bitch. I'm next in line for that title. When nigga had nothing to do, I was idle. When we're in the studio with Tiger, no, but climbing high, we ain't on.